那个写的字，本来那些字都认识，但是那个经过你这样写，这安排就更有情趣。主要的策展单位是胡伟措沙龙的丹丹，然后他在我的那个作品中主要感到有兴趣的项目，就是关于最近沸沸腾腾的婚姻平权的这个部分。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其实就是一旦有相近的灵感或者是相近的议题被提起的时候，我也会发表一下我对这个题目的想法。床诗文展跟多元平权书展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发想来自于云林之光，那也是台湾之光的吴季刚。吴季刚他从小喜欢玩洋娃娃，可是大家都笑他是娘娘腔，但是他的妈妈呢却看到他的才华，看到他的兴趣，去全力发展他的设计天赋。于是呢，我们才可以看到时尚界的吴季刚。当我们在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进程之后，其实世界的进程比我们现在的法令走得很远，很自由了。那么希望这个书展可以鼓励大家。